进来了。这真的是梦吗？我感觉这一切都很真实啊。有人在看着我们吧，跟着我走，我带你找出口。不管是真实世界还是异度空间，关键是我们怎么到这儿。这一切是一个游戏。在游戏中死亡的人会怎么样？行动目标，逃出大厅。游戏开始。我们只有一起合作，才能从而逃。